女人看一个男人的时候，最先了解到的还是男人的外表，只有外表能让女人接受，才能继续发展的可能，否则第一感觉都不好的人是很难有机会继续交往的。女人看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一般都会看以下这三个地方，这三个地方越大，女人则感觉越舒服。一、身材，身材魁梧个头大的男人会让女人感到有安全感，站在男人面前可以显得自己很娇小柔弱，有小鸟依人的感觉，会让女人感到很舒服。基本上所有的女人都不会喜欢弱不禁风的男人的。二、气度，气度大的男人受女人喜爱，在为人处事方面，所有的人都喜欢气度大量大的男人，尤其是女人，对于小气自私的男人都是难以接受的。三、肌肉，肌肉大的男人身材美，力气大，身体也比较健壮，同时肌肉男一般都比较霸气粗犷，有征服欲，会让女人浮想联翩，在夫妻生活方面能够让女人更享受更舒服，这样的男人会让女人很满足，女人都会很喜欢。